猫身上有黑色的虫子爬。赵一强，职业兽医师。当通过肉眼可以看到猫咪的身子上有黑色的虫子在爬时，这种情况往往提示猫咪感染了一些体外的寄生虫病，比如说感染了跳蚤或者感染了虱子。这种情况下通常会导致猫咪的皮肤瘙痒，局部皮肤脱毛，毛发当中有大量的黑色的煤渣样分泌物。如果是幼猫，必须体重超过1公斤或者年龄超过3月龄才能给予宠物专用的体外驱虫药。如果体重不满1公斤或者年龄不超过3个月的幼猫，主人需要带猫咪到专业的宠物医院，在大夫的指导建议下使用合适的驱虫药进行驱杀跳蚤和虱子。而如果是成年的猫咪发生这种情况，也可以带猫咪到专业的宠物医院进行洗澡，洗澡之后同时给予驱虫的药物。